好，接下来我们看的是 Focus News 在亚洲跟经济有关的消息。南韩外海发现了很可能蕴藏大量的石油跟天然气，这由南韩总统尹锡悦宣布年底前会第一次进行探勘。根据估计，这个南韩的油气藏量可能高达140亿桶，总价值呢会是三星总市值的5倍。有专家比较乐观的分析是，如果是真的，那么有望提供 AI 发展的电力。先前南韩政府提出2030年前要成为全球 AI 前三大强权，不过 AI 运算需要庞大的电力，所以呢，首尔当局提前做规划，目标是把再生能源跟核电互相配合来因应 AI 电力的需求，那么同时呢，也继续迈向2050年碳中和这条路。距离南韩东南部浦项银日湾90多公里的茫茫大海，海底深处可能蕴藏大量黑金。南韩总统尹锡悦趁着3号举行就职以来首次国政报告，和民众宣布这喜讯。尊敬的국민여러분，포항영일만앞바다에서막대한양의석유와가스가매장돼있을가능성이높다는물리탐사결과가나왔습니다南韩政府去年2月发现东海气田的周围可能蕴藏更多油气后，便委托美国深海评估机构进行物理勘探分析。90년대후반에발견된동해가스전의300배가넘는규모이고우리나라전체가천연가스는최대29년석유는최대4년을넘게쓸수있는양이라고판단됩니다这片新油田的储量预估蕴藏140亿桶的石油和天然气，总价值将高达53兆台币，是三星电子公司市值的5倍之多。尹锡悦已批准相关部门耗资117亿元台币，在今年底开始钻探，确认实际蕴藏规模，预计结果明年上半年就能出炉。최소5개의시추공을뚫어야하는데한개당1000억원이넘는비용이들어갑니다산업통상자원부에동해시매석유가스전에대한탐사시추계획을승인했습니다消息一出，南韩能源股狂飙，天然气公司的股价更是涨停板。浦项市居民也似乎预见油气产业为地区带来大好未来。우리나라한바구니나오던기름이난다고우리나라에얼마만풍경하게가겠노향후석유내지는가스가생산될경우에는관련생산시설이라든가관련기업들관련기관들을유치하는데집중을할것이고요由于南韩石油和天然气大多仰赖进口，饱受国际能源价格涨落冲击。若是能自产，降低进口依赖，南韩经济将迎来新的机会。不少人一开始期待自己的国家跃升成为产油大国一员，但专家出声提醒，现在为时尚早，仍需审慎评估产业经济性。네그제일중요한게경제성이에요이거를개발해서뭐퍼올려가지고판매했을때그단가라는게있을수있잖아요그게예를들어서$200다배럴당그러면외국에서수입해서쓰는것이훨씬더경제적이잖아요지금$80밖에안하니까也就是说，还需考虑国内生产费用是否比从中东地区进口的便宜。再加上钻探后还要进入开发阶段，真正商业开采恐怕最早2035年才能实现。不过也有专家乐观看待，如果南韩能够采集这些油气，有望在 AI 发展的电力供应方面占上风。AI data center가되면지금우리가 search 할 때마다 기존의 방식보다 10배 정도의 전력을 소모하기 때문에 전력 소비량의 한 10%, 많으면 한 20% 정도가 AI 데이터 센터 때문에 생기는 것이다因为随着 AI 这头吃电怪兽需求大增，冲高南韩用电量，预估2038年国内最大电力需求将高达 129.3 千兆瓦。如何在达成2050年碳中和目标下又满足庞大用电需求，成为首尔当局一大挑战。为此，未来15年能源组合蓝图草案出炉了。무탄소전의두축인원전과재생에너지균형있는조화를이루게되었습니다
南韩提出再生能源与核电互相配合，除了增设三座大型核电厂与一座小型模组核电厂，再生能源也持续投入，老化的燃煤电厂将率先被取代，利用氢能发电技术进行转型，并设定目标要在2038年将太阳能和风能等无碳能源占比提升至全国电力的70%。首尔当局正提前规划，保障电力充足的同时不忽略环保，期盼成为企业后盾，助力当地公司进攻 AI 市场之际，不因耗电问题落于人后。 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